放手！有种在雨宁面前一枪打死我！ 计划神的吉时快到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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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少爷，少爷，不能阻止！给我让开！不能走啊！现在整个百花岭都知道苏家和咱们龚家已经解除了婚约，雨宁已经进了苏家的门，你现在阻止他计划神，置那逝者人笑话呀！雨宁绝不可能嫁给萧何宇的。 他不会这样对我的，爹对不起你，行不行啊？可爹也是没办法呀。你不知道你走了这3年多发生了很多事，苏雨宁已经和咱们龚家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少爷，咱们刚回来，什么情况都不清楚。你千万不要冲动，你叫我别冲动，等雨宁计划化身，他就可以正式跟萧皓宇成亲了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能阻止他计划神，可他也不可能嫁给你啊。他和萧皓宇早就……不可能，我不信。 我要去见雨宁，我说什么也不能掩着这看着雨宁嫁给萧皓宇。少华，你不能去啊！少爷，少华，你放手。雨宁啊，祭过花神，你就是我们湘家的人了。以后皓宇。 和湘家的恋相事业就交给你了。爹，我数三声，如果你再不放手的话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你放了吗？三，女人一旦变了心，那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呀。二，湘皓宇是个狠角色，咱们龚家三代单传，就你一根独苗，咱们都不过他呀。 一，不要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少爷，少爷，撤！撤！
别在我们湘家的地盘上撒野。浩宇，龚少华一定是来贺喜的，你好生招待，别伤了和气啊！娘，没事的。浩泽，哎，帮我把娘带下去。好。浩宇，把枪放下。娘，我有份子。把枪放下。放心，进去吧。没事。你好好的啊。夫人。 宫兄，你这样做是给大家难堪。整个百花岭无人不知，你跟雨宁的婚约已经取消了。雨宁现在已经是我湘家的人。等她进完花神之后，我跟她就会正式成亲。 单独说几句话行吗？他现在很冲动。别担心，少华一定不会伤害我的。好，雨宁，跟我走。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这么憔悴？7天前，你接到你要另嫁的消息，我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。玉女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丢下你一个人去外地恋香。我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我们永远永远都不会分开。不，少华，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是我逼着我爹去推得起。 你一定有苦衷，是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。是湘皓宇，是湘皓宇，他逼你，对不对？他一直嫉妒我们两家，一直想破坏我们的婚姻。不，我跟皓宇是真心的。那我们呢？那我们的海誓山盟。 我以前太小了，不懂什么是感情。可是现在，我终于知道，我对浩宇和对你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我是真的爱的。你真的太傻了。向浩宇他一直野心勃勃，自从他接管湘家，他没有一天不想打垮公家。 他想拆散我们也是有目的的，有目的的你明白吗？他想得到我们苏家的祖传秘方。那本秘方现在在你爹手里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然你爹怎么会答应我的退婚？不，余宁，请相信我。 这一切都是我爹瞒着我做的决定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可你清楚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比谁都重要。我不可能为了一本秘方而放弃你的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可是世事难料，也许我们没有这个缘分。 跟我走，少华，我立刻让我爹把秘方还给你爹，还不行吗？少华，我只是把你当成哥哥。不，跟我走，放手！有种在雨宁面前一枪打死我。 放下，都把枪放下。
乡大少爷，也请你把枪放下。浩宇，少华刚从外面回来，什么情况都不清楚，打扰了计划神，多有得罪。乡公两家世代至交啊，大家还是以和为贵吧。龚老爷，这是我乡家的花田，麻烦你把你儿子带走。 别逼我出手，惊动了花神。少华，你放手，回去吧！啊？难道你要爹给你跪下吗？爹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。 相夫人，得罪。龚老爷慢走。回去吧。